二共鸣，电网火火。哎呀，睡着了。给四哥吃点，四哥要不然一会儿生气。给四儿吃点啊。这四儿说，这老爷啊，到现在为止就教我做握力了，别人也不用教我，就让 我妈怼我呀。老五不让我欺负老四，知道吗？老四说，为啥教别人给我别的？啊，你摸老四。这你摸老四。这完了，这老五生气呀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老五你坐下，坐。好，这帮老四。坐，你摸吧。摸这摸这，哈哈，这老四说你别摸，皮不好。老四说你别摸我，坐坐，你摸吗？摸我儿子。这摸，对，摸吗？啊，好，不行，训练他嘴巴，白天不行啊。老五这皮，老五这意思啥呢？我不想摸我儿子，坐。定。他妈呀！来怼。好，定。飞，啊，这样的，怼，这我跟你说，慢慢给四哥怼，这老四不得怼迷糊呢，兄弟们，这我不能这么训吗，兄弟们？怼，这儿怼，摸老四了，啊好定，给老四也吃点，老四万一我就生气了，摸老四，等会儿摸，来四哥，四吃点啊，明年老四怼他妈了我，那我估计老虎就得气死。兄弟们啊，你看这老虎咋怼的啊？你就拿一个纸壳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怼，不玩儿，使劲，好了，让他使劲，你看他啥样？不行，使劲怼。四哥，四哥说，我太生气了，四哥。四哥说，我这是亲妈吗？别让他怼孩子，不行吗？兄弟们，这怼两下子，怼咣咣直响，脑瓜子怼就嗡嗡嗡的。坐，摸吧。你摸吧，老四。老哥，摸吧。飞。你摸。这。啊，四哥老虎呢愿意摸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他要怼的话，四哥要跑，给老四都怼跑了。老四，我这是老爷家好吃的，完了生气了，这是真的，完了不行，疼啊，给老那可不，老四都怼迷糊了，四哥要跑，四哥怎么怼我就不能教我点好？嗯呐，你瞧，我跟你说一怼，老虎，我这把纸壳一放，老虎就是轰隆隆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掉。你怼我来，怼你比怼老四还使劲。怼我来，怼我挺使劲的。你看，我看他咋怼我，坐定，来怼我，嘿，来怼我，老肖，怼我，我，妈呀，怼我呀，兄弟们，坐，来怼我，哎呀妈，你看怼我行，兄弟们啊、哦，别怼老四了，老四怼笨了，本来挺聪明孩子，别训老四了。你老四训点别的技能啊，兄弟们！我让老五家是扒拉你，别怼老四，给老四怼迷糊了，怼我行，那怼的咣咚一声啊，给我脑瓜怼的梆梆响，别怼老四了，行不行？啊，摸，你摸摸孩子，飞，摸这儿。啊，好，行，摸手也行，啊，摸手也行，让老五家是摸摸孩子行，你就别怼了，往后点。老四这大耳朵挺肉啊。肉，老四吃点，老四吃点，别生气了。摸，你看老五摸孩子啊。摸。老公，你去摸摸你孩子来，干啥去啊？生气了，走了啊！你看老怼精灵，精灵不行啊，精灵控制不住，精灵都误跑，那屋门锁了吗？飞，老虎，那门锁了吗？哎，老四跑了。老四啊，一会儿他就过来，站这儿。老四，他要出去找法力玩去啊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这怼的话，因为怼的真怼不聪明了。好，怼，你怼我行，兄弟们啊、哦。啊，精灵老虎不能怼。找找老四。老四啊，来，哎，好，来。老四长得老精神，兄弟们，虎爸这几天怎么一播啊？这两天被人举报了，兄弟们，被人给拿捏了。别拿捏了，兄弟们啊！给你们看老四啊！来，排队来！这，各位大哥们！好的，哎，来，好，快来！老四，好，老虎坐，老四，哎呀妈，老四慢点啊！老四这大体格子长得真猛呢，呀！你看老四长多漂亮啊！好，定。咱说四哥，老虎不要了，好，卧下。
老师会过去。来，坐，拿手摸摸孩子。哎，真棒。这老虎愿意吃老师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追着精灵怼，怎么还举报了呢？就是因为我卖货卖的便宜，被同行给举报了，给拿捏了。啊，被同行给举报了，兄弟。被个小狗给举报了。来，你看我现在车也换不了了。只能在直播间玩一玩，坐定。你看老虎咋摸他儿子，兄弟们啊！他儿子咋欺负老虎？你看，兄弟们啊，虎爸啥时候被举报的？啊，老虎那么可爱，不会不是快手小店还被举报了？干啥？别欺负孩子啊！咬坏了虎的。老虎说：“我跳一跳。”你妈，你看这老虎！哎呀，这四个真不娃娃咋回事？老虎家成稀罕孩子了。什么你妈？老四，你妈你到手了。哎，你看老虎家稀罕呢，紧着稀罕呢啊！他能追上精灵吗？精灵，哎呀，精灵跑快。老四拽耳朵。老四啊，老四咋欺负妈妈都行，真的，人家啊，不让你卖货了啊，能卖，下星期三吧。是他俩咋回事呢？就是被同行给举报的，快手主播卖宠物用品的嘛，也是卖宠物用品的，被应该举报。老虎把四个嘴都咬，被四个咬坏了，眼珠咬坏了，老虎。你这小孩玩的都太行啊！好了，那个腿起湿疹子了，啊，我说怎么没有小黄车呢？那被人举报了。走上了，开心了，见着孩了。你看老虎开心的是吧？好是好，但腿长湿疹了，长湿疹问题也不大。哎，你看老虎。啊，点点，你卖的太便宜了吧？那为了生活吗，兄弟们？我给你们讲一讲啊，四哥吃点啊。老虎来，为了生活嘛，我卖的如果不便宜，大家没人在我这买呀。真的没人来我这拍呀，啊摸，喂，你摸老四，啊，好好，衣服卡袖了，我给拽着，好，老四坐这样，呀，你看老虎摸他孩子啊，老虎你喜欢谁呀？你摸摸他，啊喜欢他呀？老虎说我喜欢他，他走了呢，这样，四哥吃，给四哥再来点啊。四哥说：“我这老爷今天是我的胖猪。”来，坐。四哥是。四哥牙挺白呀。四哥牙老白了，四哥。啊，什么人都有，你卖的你卖还举报，那可不，交友不慎。老虎，你慢点吃啊。老虎，你喜欢谁呀？你去摸摸他。啊，你喜欢谁？大玻璃屋子吧。你喜欢谁？你摸摸他。摸摸他。你喜欢谁？别听我讲，不能叫，好，不能叫，这老虎一叫震耳欲聋，兄弟们啊！啊，老虎轻易不发火，发火顶半年，这现在脾气就不好，兄弟们啊！老虎，你摸摸儿子，不能叫，不能叫，好，你摸我也行，摸我也行啊！你千万别叫老虎，你这一叫，旁边人大石头明天找咱来了，明天找咱砸来了啊！老虎，你儿子呢？儿子，给儿子吃点啊！人家咱家小狗挺好，是啊，这些人真是的，你们都认识，举报人你们都认识，我就不说谁了，你们都能猜着。老虎现在老四是他的孩子吗？对，老四是他孩子。这，哎，四哥吃点，来，老虎，哎，老虎你得喂他吃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白天训行，白天我给你们直播行吗？白天老虎没啥事就找他孩子。看哪个是老四啊，哪个是老五啊，我让老五得分清着啊。啊，没事，过一段还能卖。那不卖的话，兄弟们我就给你退役了，我要不卖货行不行？不卖货的话不就。哎呀，这耳朵埋了。老四有清醒。不是那么特意埋。先摸着啊。来，这四个。老四，哎妈，慢点。你看老四耳朵挺好。哎，别上我兜里掏去啊。坐。老虎，你摸摸你孩子，哪是你孩子？摸摸他，别摸我，摸摸孩子，啊，别摸摸孩子，啊，没啥事，让老虎摸摸孩子行。好，坐，好，你摸摸孩子，摸摸孩子，快，哪是你孩子？这摸。啊，这是孩子呀，是吧？你别问他，一问他就是金腰的，我可不让他表演的，兄弟们。完了，让老虎别表演，我让老虎表演，老虎好了吗？哪个是胖老虎啊？老虎，这就是老虎，兄弟们啊，这是老虎。
好了，对，叫我，老虎，我跟你说事，你千万不能叫我啊！你要再叫我话，那旁边邻居不睡着，睡不好觉了，你千万别叫我啊！啊，千万别叫我，叫我话邻居该找咱们了啊！别叫我，老虎，你摸摸奶奶，你孩子，哎，不许叫了，不许叫了，好好，坐坐坐坐坐，你摸摸老四，你摸老四，你别摸我，摸老四。老虎说：“你就是老四。”你这老虎把我当老四，你这啥玩意？老虎现在长得都不认识，老虎是穿衣服的。这家伙这认吃去，你得给他吃个狗链子，坐。四吃点，四吃点，四要不然应该偏心呢，给老四吃点。要不然老四再跑。对啊，伤口长好，伤口起热痱子了，伤口。老大老四都不叫，塞文也叫，老哎呀妈，真是的，老虎真叫，老虎，坐，脾气大，老虎，你摸摸摸摸儿子，儿子，啊对，摸摸，哎好，啊这是儿子，你看他知道摸儿子。他知道摸儿子，但是他有时候他皮大，他就不想摸，他就想摸我，他老以为我是他儿子，真的，他老以为我是他儿子，老摸我是咋的事儿呢？四儿想吃，哎呀，四儿小牙真白呀，哎呀，我这都打跪地了，哎，别上我兜里掏去了，我兜里有啥？老上我兜里掏了，啊，这么回事儿，行，老五，哎呦我去，卡死，来，坐，好。来，你再摸摸你儿子。儿子说：“我可走了。”哎呀妈，干啥呀？哎呀！啊，你家老虎长胖了，我家老虎都74斤了，真胖了。不行，我训练训练他好吧。哎，小辉进屋了。啊，还有牛肉条了吗？牛肉条找榜一，给榜一私信，给榜一私信。我这两天不能挂车，我下周三才能挂车。啊，牛肉条的话找榜一私信就行。老虎随他妈，那走吧，老虎随他妈。你家屋里本来就热，你给他上点碘伏消毒。碘伏，我给他整点那个。屋里边不热。老虎飞。整点痱子粉，他起热痱子，他那个嘎腚窝子这儿嘛，嘎腚窝这块他那个那啥。四哥太瘦了，四哥呀，哦、四哥五、哎，四哥54、55斤呢，54、55斤。这眼睛咋整？咋了眼睛？这只眼睛，眼睛啊，应该是他跟房子闹整的。闹没事没事。怎么？这哪进家了？你别摸他眼睛，别轻轻摸眼睛。没有，我没摸眼。摸眼，别摸眼。刚才要摸这儿，就这儿。没事没事，那闹的，闹玩闹的，给他也放着玩一玩。啊，四哥四哥放出来发力。四哥挺沉，四哥挺沉，他就是长身体的时候再给他多吃点。啊，这正好明天我寻思家里没有有机骨架，明天给他买点。啊。着急，快。给老四放出来。给老四放出去玩一会儿去。你老虎的这笼子，你给法力插着呀。法力啊，我是血狗，冷了，法力冷了，外面下雪了，冷。对啊。哎，明天有段子。啥？有段子，我咋拍的？明天段子好玩。你快来呀！咋的？你把毛巾放哪儿？毛巾搁那个箱子后面呢。婴儿垫、痱子粉有，痱子粉家里有，咱家没有。那伤口你啥痱子粉？啊，对，伤口也不能藏痱子粉呢，它伤口能起热痱子。飞，老虎进笼子，老虎进。他想出去，一会儿再出去。哎，这是法力，你知道法力？这是四哥进来不玩儿。冷龙，我怕冷龙不叫。哎呦操！这四哥成沉了，他真不瘦了，你就看，再一个，法力高级了，啊，法力啊，冷啊！你给擦了，然后我当给擦了，刚给你说话，尾巴往前点儿的，尾巴，老虎掏好了，还训他吗？你？为啥不训？老这俩事儿。你训的话，老虎不去叫吗？老虎在哪儿啊？哎，小心！别老给擦上，擦上。哎飞哎，咋了？他拽你，你把他拖过来，过来。你把你擦一擦吧。
我怕晚上叫扰民呢。别放出去，别放了，太冷了。啊，好好训一下四哥吧。四哥，四哥好训练。四哥，我跟你说，性格老好了，咋摆上都行，咋摆上行。上午我就单独训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晚上训的话，晚上训太多的话，狗一叫唤，旁边我把你家房子租出去，租出去了，兄弟们，租出去了。前几天租出去了，房子都便宜挺多钱，便宜200块钱一个月租出去，便宜200块钱呢。啊，老五现在太胖了，那我。明天我去给他们都买点鸡骨架，兄弟们，啊，虎爸现在屋里你怎么给他穿衣服呀？屋里给他穿衣服，啊，给他衣服脱了吧一会儿，他也怕舔伤口，他那伤口他伤口都起热痱子了，他这两天舔一舔一捂，一舔一捂，老虎那伤口，哎，你给他买点鸡骨头吃，鸡骨头。是吗？法力瘦，人家法力才40多斤，虎妈干啥？拿棉衣手套给他擦一擦，法力瘦。你像那个老四往那一坐就看出来，看着吧。来，你看老四往上一坐，老四54斤，老四肥，老四肥，嗯，老虎也肥，他那个得给他老虎整，因为老虎这个舔伤口，一舔伤口他那个。伊丽莎白圈就好了，为啥不给他套伊丽莎白圈呢？伊丽莎白圈他来回走道，他哐哐直响，而且都半个多月了，二三十天了，正常来说应该都好利索，他就是嘎鸡窝子他们家是舔两下子，嘎鸡窝子那块他不是来回地舔一物，他又起着热痱子了，你现在还整不了热痱子，还不整不了那个痱子粉，嗯，一会儿就晚上睡觉都给他脱衣服，晚上睡觉得脱，一会儿就得脱了，哎。一会儿就给脱了得了。拔点法力呗，我怕我头点手号撵不上了。撵不上的呀，不能吃鸡骨了，对。好，行。这真是法力瘦，法力才是真瘦呢。你看那法力造的是吧？法力造多买，法力是真瘦，兄弟们，法力40来斤。老虎的女儿几岁？老虎的女儿没有几岁，这没到一岁呢，半岁。哎呀妈，这样造的是吧？老埋汰了。拿棉衣手套我给你擦一擦，这样前两天我们哈尔滨下雨了，完了他们就造的可埋汰了。嗯，好，你拔了，哎呀马上造，才5个月，我不到我几个月，不是5月9号出生的，5月9号，老虎过来歇孩子。四哥生气，四哥说我咋不出去玩呢，那刚玩完吗？你知道为啥晚上我都不敢训练长时间吗？我家旁边你们住的你知道谁吗？旁边住的是政府的干部，啊，你给他们洗澡多好啊！下雪了吗？洗完之后怕感冒，拿棉衣手套，这个棉衣手套是戴那个啊，把那小黑指甲。嗯，等那个雪停了，他明后天我和我媳妇就给他们都洗了，因为这个外面下雪了，嗯，那我媳妇每次自个都洗了，因为今天下大雪了，用棉衣手套给他擦一擦。你看这外面下的挺厚，老虎要出去，他要给他放出去了吗？可以。下雪下老大了，明天出去，正常来说咱家小狗天天早上就是5点多钟就得招我起床，就得出去玩，我怕一冷一热感冒了不好弄。前两天下雨升温了，把门关上点，法力要出去。啊啊。完这两天下雪，温度都直上升，就没敢给他洗，怕感冒了，感冒就不好弄了，感冒了还得给他们打点滴。给他打点滴，嗯，才7个月，啊，好的，谢谢，大家多点红心呗，能点到5000吗，兄弟们，谢谢大家，完了给咱家点红心呗，所有的好朋友们，真黑，反正确实是挺黑，就他跟果汁埋汰，四哥没太埋汰，四哥不太埋汰，四哥还行。四五英小是不是外面下大雪了不敢给洗，再投一下子，那棉手套罩的，拿棉手套给好好搓一搓，怕那个感冒，哈尔滨那一下升温了，他造几个小狗，我家是4个小狗，老四是找主人的，老四是最漂亮的，法力这家伙，你看老四是最漂亮，你们可以看到小老四小老五真可爱，对，小老四是稳的，小老四是稳的，老四，老五是无了好风的，毛愣的，好，这个要放开，这你放开当时就找不着了。老四兄弟们那天腰秤是54斤，法力才4来斤，法力才4来斤，法力
哎呀，别生气了，你看他长得多毛实，大嘴巴子多宽，你看老四豪华，外面铁架处理的嘛，别再扎着。外面那铁架子，我过两天我老丈母娘回来跟一起整，因为那个铁架子，我媳妇就是天天都拿那个，就是拿那个布给封上了，透明胶布，再整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子，结果全让法拉利给拽来了，就法拉利拽，拽完之后，完了之后给当院子整的全是布。坐这啥的，干啥呀你？啊，法拉利老几？老五，法拉利老五。等会儿，想出去玩，又想出去玩去，想出去玩。他能够着，给外面那些外面那瓶子啥去？灵秀，灵秀啊！他一跳，哎，你说整完之后更跳了，就得买个那种铁栅栏啥的。跳越整，对你越整完它越跳，那铁架子更危险。那宝宝整完之后更危险了，这天把老虎放进来，老虎老虎外面上厕所，上厕所一会儿就招呼了，拿手扒拉门了，跑两圈吧，又让他跑两圈，好嘞，你让他出去跑，搁屋里跑怎么的，屋里边溜达两圈啊，买几片铁丝网就行了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铁丝网买两片铁丝网。不行就整两片铁丝网吧，整高点，得整1.7-1.8的，整高点。找你去了吧，媳妇儿。哎，反正也去找，找姥爷去。来，这呢，来。哎，好，找妈妈去，妈妈回来了啊。就得整铁丝网了，你不整铁丝网不行了。等会儿，别动。啊，老虎回来，老虎敲门了，这回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必须的。你把手机支上，然后你不得给老虎擦脚丫吗？啊，那也行。法力要洗澡，老虎不是卖出去吗？老虎是我媳妇儿的。老虎是我和我媳妇共同留的啊！我给那个老虎整进屋，老虎他敲门，他就进屋的时候他自个儿就敲门了，知道吧？玩够他自个儿就敲门了，兄弟们，我看啊，进屋。哎，先别动啊！先别动，别走！我这下大雪下的。整完之后别训了，媳妇儿太晚了。啊，让法力跑两圈。让法力外面跑两圈得了。给屋里跑两圈得了，我刚给你跑完。那也行，给屋里跑两圈吧。给屋里跑两圈，太晚了，我趴边的，他扰民就废了，对不对？扰民废，老四出来玩玩，老四刚进去，兄弟们。老五看到外面害怕，你又找就捡破烂去了，老虎。你别捡了，我给你拿牛肉条，老虎。我给你拿牛肉条吃，你先给他关，不捡了，快，不捡了，听话。他晚上我估计得饿，老虎。哎，不然没给他洗澡了。行，等不下雪就给他们洗澡了。毛冷的。给拿牛肉条，来，孩子们，这儿呢，孩子们，这呢，给他们整个牛肉条啊，这牛肉条老爱吃了，麦麸迪加盖牛肉。不行，法力搁外面都是老干啥，赶紧放里吧。真的。没有，这不这太晚了。给他们都吃点。没有那啥。咱搁外面玩一会儿吧。不是，我怕那啥大叔发微信啥的。你这我没有偏心，咱家狗我能偏心吗？您旁边大叔是政府干部，扰民的话也有举报了，知道吧？狗丝巾跟狗手套一样吧？不是，狗丝巾跟狗手套不一样，狗手套里面添加了一些东西，它搓完之后就跟洗澡是基本是一样的，就搓完之后身上特别光溜，里面添加了一些就是狗洗澡的成分。你比如说我卖那个之前卖的雪貂啥的，它擦完之后是带香味的。餐桌带香味儿的，嗯。果汁虎妈做检查了吗？我媳妇儿她不做检查呀，她说她不做，我本来我寻思这两天带上医院检查，她非得不做，咱搁外面跑一跑吧，兄弟们，我真没偏心，我也不是那偏，你看看。老说我偏心，我说他不稳那儿，不稳了就关起来呀。没说关起来，你怎么听不懂呢？我就没说关起来，我说外面人邻居大叔给我发微信了。那你就
就让他进去呗。完了，你老跟我吵吵，我哪我敢哪个哪敢跟你吵吵啊？你老跟我喊，我一跟你喊你就生气。我紧着说，我说大叔发。拿我手机，不是说我一动不动，你他在外面玩，他生气，他俩是一家的。那四哥出来罚你咋没说事儿？太晚了，白天都上班，不都跑吗？啥了？整点迪特放在水里就好了，要不然都拖不干净。你要放在我拖吧，行不行？拿手机我拖吧，没人跟你喊，人大叔发微信了，说小点声。完了，你老说我偏心，没偏心，他确实晚了，都十点了。拿着我放下迪特，我拖就行，拿手机我整吧。手机我拿不了。拿不了，放在我身上，我自个儿整吧。真的，我自个儿整吧。老叔，那能偏心啥？都自个家狗，都十点了，人家旁边要休息。那四哥说要发信，咋没睡觉？人家给咱发微信了，咱咋这么不懂事呢？咱家又不是住的别墅，人旁边有邻居。老虎吓得，老虎上那边躲去，老虎就害怕吵吵，一吵吵老虎就躲在那个胡同里，一吵就躲在胡同里，没偏心，就自个家狗，你说能偏心吗？人家我都说了，兄弟们，旁边那个人家是政府的干部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那邻居怎么，人家到点人也睡觉了，到点人也睡觉，都十点了，那狗嗷直叫啊，那能行吗？这个小区哪儿都好，就是隔音不好，隔音不好。汪汪直叫，你咋管呢？我上来管，咣咣给两脚，你们瞅着心里也不得劲儿。紧着人家那个淋浴大叔，紧着搁这发微信，房子隔音不好，兄弟们，隔音不好。你再有一点，虎爸干就别让虎妈划走了，干完了，整完了。不是邻居不好，是隔音效果根本就不行。我这边邻居不在这住，可不能打毛孩子。这真没有涉及到什么偏心不偏心的，兄弟们，那能偏心吗？天天搁外面天天玩老长时间了，天天都搁外面玩老长时间了，嗯。不行，我们家楼上都嫌有味儿啥的，他们还小，真请问那肯定的啊，他们是还小，他们叫唤啥的，你说咋能太控制啊？嗯，多艰辛，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这就主要是楼房隔音不好，楼房隔音不好。我寻思太晚了，惹不必要麻烦也不好。你看给老虎吓的，老虎一有啥事儿他就害怕。别打孩子，小孩淘气，没有。我媳妇儿跟我生气，我媳妇儿说都出来了，为啥法力不让人出来多玩一会儿啊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养狗太难了，不是说养狗难还不难，咱们要理解别人，不能说做自私自利的人呐。纳闷你生啥气呢？没有说不让法律，这都是老虎生的，那能那样吗？能偏心吗？那没存在偏心，你知道不？整就生气，我都不能说我媳妇儿，一说急眼了就生气了，你不能说，你就得蔫巴，你都不能吱声，兄弟们。嗯，真的确实是隔音不好，这小区确实隔音不好，不行。后来盖的一期隔音不好，一期不行，往后那啊，我拿我手机呢，
我在这儿能手机。生气了又走了。媳妇说的也没错，怕你偏心，别生气，让法力跑一会儿，不行再放回笼子。不是嗷嗷直叫啊，人家旁边是政府的干部，人家大叔人非常好。再说这楼房第一点隔音是不好，现在十点钟了，法力是老虎的崽，是老虎崽，十点了，楼房隔音不好，每天都没动静。你这光光的那个，他俩在一个笼子，他俩关系挺好的。完了之后法力就生气，不是那个老四又生气，老四又生气，天天在外面跑时间特别长。你不信明天我没啥事，我明天在家直播一天，咱家的狗崽基本上白天都在外面待一天。养狗就适合别墅，但别墅太贵买不起啊，反正也不是那么个道理，一楼带花园就够用了。你这反正也是明天再放吧，太晚了。对，你这到时候搁业主群一发啥的挺不好。嗯，大叔挺好，旁边大叔可好了，明天再放吧，明天再放，太晚也是，主要是十点了，都理解虎爸，也要替李玉想一想。对啊，可以考虑以后把果汁法力放一起，都是女生，对他俩以后放一起吧。要不然老四，要不然老四为啥给老四找准呢？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这大找准，我怕老四给法力，给那个法力给配了，知道吧？是老五，嗯，太晚了。关键他俩在一个笼子待时间长，他不就叫了吗？就是养的有点多，理解万岁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刚搬来第二天的时候，人家邻居就投诉，人家投诉的是三楼的人投诉的，三楼的人这么说的，人家三楼的人咋说的？兄弟们，说那个怕夏天时候有味儿啊，说那个物业你得管一管，为啥他家养这么多狗啊？为啥他家养这么多狗？哎。没啥生气的，我都纳闷儿，我媳妇生啥气？我真是，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跟你说，虎爸，我跟你说，做就是从来都不会出现偏心的事情，真的从来都不会，无论对谁都不可能偏心。哎，这下造，我再拖一下子，以后老四自己一个笼子能安全些，放一些女孩能作伴儿。对，我寻思给老四训练训练，再给老四找个主人，你知道不？哎，这生啥气？哎，给你吃个这个的话。啊，别生气啊，老虎害怕，老虎生怕生点气啥的，各方面啥的，知道吧？你说我这那生啥气？这不偏心，哎呀，愁人呢，愁人呢。我拿拖布再捋一下子啊，兄弟们，我拖布再捋一下子。咱们能不惹麻烦就尽量别惹麻烦，你多挣点钱，咱们再换一个更大的、更好的房子。你这就是这么回事，兄弟们，你说惹那麻烦有啥用啊？啊，房子隔音不好，咱不能说太晚了，咱就搁这噼里啪啦为了自己，啊，为了自己不能那样啊，兄弟们，咱不能那样。咱明天白天的时候都在外面玩，老虎一看脸色，听语气，老虎害怕，一吵吵，每次吵吵老虎就躲在那儿，都躲在那儿一动都不动，可害怕了，生怕说他，没人说他。你看，去哄哄，哎呀，这玩意。真是纳闷儿，你看我媳妇跟我喊，我都不喊，那有啥喊的？这造的，啊，天天搁外面跑老长时间了，你得考虑别人，不能为了自己的一时得劲儿，一时得劲儿，知道吧？一时得劲儿，哎，一时得劲儿是不行的呀，兄弟们，感谢点赞的朋友们啊，大家没点红心，给他虎爸多点红心就行。你这是老虎，这家好，那生啥气呀？又点个小烟儿。我乐意。啊。我乐意。那都怀宝了。嗯。你这天天这狗在外面玩，整天没偏心，知道不？咱不行，咱就白天多放一会儿，晚上咱别惹不必要麻烦。咱搁这才。给我跑的时间本来就短。那这不跑短，那白天多跑吧，咱白天让他多跑跑，在屋里就行不行？啊，行了吧？那给气哭了。滚！往哪儿滚呢？那烟都等会儿就烫手了。我乐意。给气哭了，你说了。等会儿给我整封号了，封号歇一天。气哭了，你说，我给你整个水蜜桃啊，不是猕猴桃啊？不需要。那咋整啊？
那老虎，你看老虎都给吓着了，别照了，没事，封了，明天不播了，歇一天。啊，没多大事儿，你那可不。虎啊，虎，你别害怕了，你进屋吧，虎，没人说你啊。给老虎吓了，老虎说你这又咋的了？啊，没咋的，没事啊，老虎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人说宝宝，让老虎吓的。老虎说这咋的了？你老虎耳朵都背过去了，你别害怕啊，老虎。咋的了？人老虎，你说这也啥都明白，啥都懂。哎呀，这一天可咋整？没多大事儿，兄弟们，真没多大事儿。你这都不算事儿，咱是其实这都不算事儿，这胖嘟嘟的，啊，不害怕啊，老虎，这大人别抽了，这对怀孕不好，那咋整？说也说不得，你这不能说，你一说那。更生气，俺吃糖葫芦，哎呀，这气哭了，俺气哭了，就因为法拉利没那啥，没出来玩，这家气的，可咋整？我把这个宝宝给拿屋去，哄一哄，唠个嗑，兄弟们，一会儿就下了啊。呀，老虎不生气了，哎呀，让妈给衣服脱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媳妇儿，给老虎衣服脱了，行不行啊？媳妇儿，老虎没惹你生气，给老虎衣服脱了，行不行？你看，我给你拿糖葫芦，看着。我不吃。快吃吧。那咋的啊？那咱快吃一个。别往这放，全水。那水没事儿。虎妈怕你偏心。哎呀，没偏心，真的。哎，那你给老虎衣服脱了吧，行不行？啊？啊？要不然再抽根烟，我给你点根烟，行不行？滚。啊？滚。啥？滚，老虎，老虎，这骂人的又咋的？那个小狗，我小狗刚才那个老虎往出跑，完了那个老四又叫唤，我说先放里吧，我说放里吧，明天再玩。完了之后，那旁边邻居啥的扰民，叫唤扰民，我说放里。完了之后就生气了，说那个说我偏心，我说那个明天白天就给多放着玩一会儿，那个老虎搁外面多玩一会儿。完了老虎就把那个盆儿，把那盆里那个就是尿尿的那个盆里全给整撒一地。完了我说放里吧，就生气了，哎呀，那老虎都害怕，老虎说这也太吓狗了，这是咋的了？哎，你那饭呢？我给你拿点你那饭去啊！你等会儿再吃啊！你要是吃着饭呢？多大个事儿还生气？多大个事儿还生气？我都给你拿糖葫芦了，啊？那家气的咋整？哎呀，兄弟们，这可咋整？那咋整？多大事儿？给你吃糖葫芦，啊？你看老虎都不敢靠近了，兄弟们，是吧？老说这也太吓狗了，这爷呀！哎，水，老虎水是不是搁地下呢？我去把它水稍微拿一拿。媳妇儿坐月子呢吗？哎呀，媳妇儿没坐月子，兄弟们，媳妇儿生气呢。坐啥月子？坐月子，这都我们认真反应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今儿这是老虎估计得饿，明天早上得多吃点饭。大人啊，你喝不点水去啊？啊，快去喝点水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客厅灯让我闭了。你吃不吃糖葫芦啊？咋气着了？气鼓呛呛。衣服天天躺床上啊！我媳妇儿啊，哎呀妈，那可不全是细菌。这天天你就我乐意啊！我乐意。我媳妇说她乐意，你说这咋整？乐意就别说了，兄弟们，乐意就别说了。乐意是没法说呀，这咋整？啊，媳妇儿天天躺床啊，媳妇儿不躺，那媳妇儿天天。不躺床上，一般就生气的时候躺床上。你吃不吃点饭呢？那不就不吃不饿吗？虎妈真得自己调整心态，总生气不好。我媳妇儿不用调整，气到一定程度就不气了，过劲儿。糖葫芦不吃啊？啊，吃个糖葫芦。不吃，那我吃行吗？你再拿个烟抽行不行？啊？那干啥呢？那再抽根烟呢？你这咋整？虎妈可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去呢！咋整？一点小事就生气了，别生气。对呀，这咋整？一会儿就好了。嗯，
怎么还抽烟吗？必须得一天必须得两盒烟啊，现在行了，现在一天几根烟。嗯，以前一天得必须得抽烟，怀孕了不能抽烟。我媳妇说那个一般来说那个从小教孩子得抽烟。这咋整？红妈平时挺能干的，能干那太能干了，不要小孩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我这咋整。你这抽你也不能说啥呀，一说该生气了。老虎真好玩，生气就不漂亮了。生气不漂亮了。老虎是那啥，老虎害怕了，知道吧？这一天，兄弟们，不会唠个嗑啊，兄弟们，唠个嗑，多点点红心啊，兄弟们，点点红心，咱们争取冲刺到10000红心呗。啊，兄弟们，不闹了，不闹了啊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就是直播到此结束，去哎看看段子吧，记得看看段子，给段子来波双击评论吧。完了，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明天的直播内容更加精彩，行不行？我妈这脾气也是没谁了。哎呀，咋整？快下吧！看老虎下，老虎说：“这咋整啊？这是胆儿啊！”胆儿眼泪含眼圈，胆儿好好的啊，虎爸，必须那没事，兄弟们啊，问题不大啊。那个啥，那个，那我就先下了啊。完了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呢，兄弟们，咱们明天再来直播间。完了之后那个啥，去给段子双击评论一波吧，一人评论个100条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大家看看今天发的段子挺好的，感谢送来粉丝的牌。哎，老虎也困了，臭小子，来拜拜吧，媳妇儿，我媳妇气得咕咕的，我哄哄啊，兄弟们，我就先下了啊。